台湾视后，陈乔恩凭借在近日热播的《嬉笑江湖》中饰演的东方不败再度窜红。不过树大招风，早年陈乔恩主持的外景节目的视频被网友扒出，视频中陈乔恩当街找睾丸，还大呼睾丸要爆炸了。哇，有恋睾情节。什么是恋睾情节呢？这要打从我小时候开始说起了。从我打小时候就特别爱吃睾丸，你有吧啊、哦、所以我现在要去找那个睾丸了。走了走了。您知不知道什么是睾丸？不知道。您不知道什么是睾丸啊？就是蛋，羊蛋啊，牛蛋啊，鸡蛋啊，不，羊蛋啊，牛蛋啊，人蛋啊，睾丸。啊，爆炸了！啊，爆炸！我的睾丸刚刚爆炸了，不是，是我买的睾丸刚刚爆炸了。啊，爆炸了，好厉害呀！视频一出，网友纷纷围观，不少网友大叹：陈乔恩，你玩的真开，东方姑娘，你的节操哪里去了？优酷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